列位，欢迎来到赵李说事伊朗乱了，伊朗突如其来的就乱了。这个乱源自于二零一七年的最后一周，并延续到了二零一八年的新年以后。乱到什么程度？全国十几个大中城市遍布着游行，已经造成了几十个人的伤亡，甚至还有越演越烈的局势。伊朗的总统、伊朗的宗教领袖已经开始出来。 纷纷发言来安定局势了。很多人都说，伊朗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突然变乱呢？有人说啊，当然了，游行的伊朗民众是有着自己的诉求的。伊朗经济这一两年来不太好，物价上升，老百姓没有工作，大家想游行发泄发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样一场波及全国几十个城市的游行，没有幕后推手，那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伊朗政界和宗教界都把幕后推手直接指向了美国，他们的判断准不准确呢？非常准确。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讲，今天伊朗发生的变乱完全就是美国在后面操纵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把伊朗搞乱是美国精心选择的一个突破口。在整个二零一七年，我们多次表述过啊。 美国在中东政策上是不断失分的。叙利亚内战结束了，叙利亚内战谁结束的？普京去结束的。叙利亚的县政府自然会更加百般感谢俄罗斯。而北约的传统盟友土耳其在这一年中也彻底调转枪口，土耳其甚至都已经成了北约演习的攻击对象了。 所以，俄罗斯、叙利亚、土耳其，再加上伊朗，已经在整个中东地区结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联盟。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说过啊，今天的中东问题矛盾已经从长久以来的阿以矛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让位于伊斯兰内部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争。 所以在去年年底，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的地位。所以在去年年底，沙特王储萨勒曼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结成了萨勒曼库什纳联盟。这个联盟的主要责任就是化解阿以矛盾，枪口一致对外，打造针对伊朗的逊尼派国家联盟。 在这个问题上，沙特是很着急的，因为沙特已经察觉到了逊尼派伊斯兰的小弟卡塔尔已经有向伊朗投诚的迹象了，甚至在去年，沙特已经联合了那么多国家来共同孤立卡塔尔，而这个效果还没有什么大的成效。所以，过去的二零一七年，美国的中东政策是非常失分的。在这个状态下，美国急于在其他地方挑事儿来扳回一城。 美国准备挑什么事儿呢？首先，美国在去年年底就通过法案，要求卖武器给乌克兰，这等于在俄罗斯后院放一把火；而另一把火就是今天搞乱伊朗政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搞乱比较有利呢？因为俄罗斯马上要进行大选，为了搞好大选，普京恐怕没有那么多力量放到国外，普京要把更多的心思花在如何连任上。 甚至不能给国内展现一个俄罗斯太过嚣张、太过浪费国力在别的国家上的这个状态上。因此，这个时间点上，美国可以用最小的力量达到最大的成果。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这次伊朗的游行吧，跟几年前的各种国家的游行是那么的像。 因为同样的手法，在埃及、在叙利亚、在很多中东国家和非洲国家，美国都已经玩了很多次了。美国出钱收买敌对国家的反对派，收买敌对国家的媒体，收买敌对国家的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然后利用这个国家出现任何一点点内政上的风吹草动，就大做文章，搞得好。 整个政权都给你颠覆掉，搞得不好也把你的国家生生的撕成几片，让你整个国家民心不齐、民心不稳。因为反正对于美国来讲，只要在后面提供一点资金支持，就可以把一个敌对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这个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伊朗下一步的局势会怎么发展？ 我们相信啊，这一次的游行未必会动摇伊朗县政府的统治，但是也可以预见啊，通过这次游行，很多伊朗民众喊出的口号，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已经不大可能是铁板一块了。这未来也给美国打击伊朗找到了更多的突破口了。